せました。愛人だ。希望你能赢，希望你能快乐。也不过你好坏爱，已经咖啡个无到惭愧，已经咖啡个转落你知无？爱情的归宿是婚姻，爱情的结晶是金呐。我甲子欣要得到幸福时阵，你煞要甲伊抢走？你啥物要来对待我？你啥物叫你残忍？婚姻，你俩又够甜。子欣也当好你，我嘛也当好你。你无当好我，子欣无当来面是外人啊！我们传人是子欣。我爱嘛是自信，我以后无可能爱你。你起码无爱我，我表示讲以后你嘛袂爱我。天下的无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你起码放弃自信，自信一定真紧会当找到一个比你搁较爱伊的人。啊那囡仔。你到现在还听无我咧讲啥？我搁讲一遍，我爱是自信，我不敢来带伊，你听清楚无？谁不跟你无听清楚？你若坚持要带自信，你干来让我关入去？到时阵你幸福的婚姻就会变成妻离子散，妻离子散的婚姻就是你要幸福。如果我妻离子散，这嘛是你个家道痛害。这就是你害我！你都不惊我忘乎你一世人？我不惊，若是会当得到你的爱，再接受你对我的忘乎哪呢？我感觉，你千万不要来骗我，千万不要来骗我。我甲你保证，科巡检察官一定会依参加，而且会替你甲子欣讲，我愿意了，马上就甲你传召。到时你就看到子欣啊，一个人穿衫穿到水水，啊，不过同款一个人孤孤单单，拉马靠马蹄，徛伫个婚礼舞台顶。你真正已经无第二个选择，只有娶我即是，这是最大的幸福。所讲的话，古人对我所做一切，
奇怪呢。啊，人啥要回来是？哎，人大夫人大夫正啊，有要回来无？免你操烦啊。哦。哎，永俊，歹势呢，啊，我人都无爽快，才爱你先送我回来。啊，既然我已经到厝啊，你干嘛先回去？不要紧啊，你回来休困嘛好啊。啊，迄个山哦也未走去啊，夜景随时会当看。我有淡薄吹打呢，你听一杯醉花酒。较早你嘛住伫这间厝，你应该知影灶脚伫后壁，要啉水哦，给你听啦。一直拢住伫这间厝。我哦，这杯给你，我不爱听。多谢。永俊啊，啊你弟吼林文就紧回去啊，我相信哦，队伍一定都会出来在等你。你无回去吼，一定找机会跟你冤家啦。要冤做伊去冤啊，我就无咧惊伊。太神了。新官他徛几工蹲马生，我替你聊聊电话。免啦，啊我即摆规身躯拢是汗，足无爽快的，我先即摆换一身衫啊吼。地官你讲，就是暗时我会带伊入去，小别胜新婚这项冒险，我的感情一定比较早骨较好。想想，为着要庆祝，请我饮酒啊！饮酒醉啊！喂，喂，我啥顺路嘞？喂，喂。你放一些人伫个厝内，万一发生什么代志，你是要安怎？伊有心，你嘛有心啊！伊有心足久个啊，哎，已经足稳定啊，唔免烦恼。你才当有心呢，你看人照顾。啊，所以我决定，以后我老爹才照顾你，我先说辛苦。哎，永俊啊！免烦恼，我等下三个狗更懂。这查甫人真正足狗阴皮呢，我已经明示暗示要赶伊走，伊更硬要留伫个遮。我哪无好好修理你？你今仔廖总讲我是过去迄个好山好天才赵丽君是嘛？廖总我叫你好欺负，你叫杜伟伟来廖干？死狗吼！你这只狗会抓到啊？杜伟伟嘛气甲透。先生哦，伊甲我载啊，煞甲我拖车钱，也毋过我去何运先生讲的迄 ATM 算了无钱，拢无欢迎的。小姐，我是客运车司机，当然嘛爱收钱。这投诉解决解决，心头壳无问题。小姐你讲实话。啊，无啦，伊是我的朋友啦。歹势，拢是误会啦。迄车钱哦，我给你啊。多谢你哦，昨天送你倒转来啦，这是辛苦给你啊，免走。多谢。哎，阮姑娘，足奇怪呢，是安怎赵和玉你也着钱，我煞领袂着？
若是说我想我去了那 ATM 休困了、啊、这点我连刚才跟你解释了是说你师父要你下山你身躯顶一点仔所费拢无哦。阮修道人，我知影。恁修道人哦，伫个山顶种菜、饲鸡，拢免开钱。也毋过，恁下山无论你创啥，都爱开钱。我甲你讲，即马即个现实的社会吼，你若是无钱，是无法度甲人徛起的。所以我规气替你找一个头路，互你会当哪打工，哪赚淡薄仔所费。至少你身躯顶有位置通用啊！我借几千块啊，你先摕去用，肯定身躯顶。哎呦哎呦哎呦！伫内底就听到讲话的声音啦。阿兰，无钱去欠债钱哦，怪累怪疲劳，阿老叔怪借你钱哦。这我都知影，骗财骗钱骗神啊，敢那会当酒店累怪的身躯边来搞搞的？骗财骗色的人是你呢？你的所作所为就是骗财骗色，你怎有够袂见色呢？内官姑娘都已经赶出去啊，你搁外头在么高高低哦？还搁有啦？你即马现在是要创啥？你分明就是有企图嘛！人你讲啊，淫人妻女败己德，妖兽折福殃儿孙，请你注意哦！你们俩总讲我听无故意哦，你唔难袂我妖兽。我就成我的子孙，啊好啊！你这变神啊！你这妖道，今日无我架死你，定隔空隔空。妖道，今日无我架死你，定隔空隔空。好啊，老兄啊，你会晓功夫，你吼安尼继续甲用手拗手吼，伊的手会断去啦。万一过年是要安怎？你把手放开啦。我来讲哦。你管是阮某会徛伫我这边啊，这是阮家，你伫阮家搞跑，我甲你告。这不是恁家，你已经叫我赶出去了。搁再讲，是你先起脚动手的，我是保护家己的，是安怎讲我怕你？谁讲我让赶出去啊？我要离婚，这就是阮家，我就会当伫这住。你是一个外人诶，闭嘴。不用诶，上道是我的朋友，伊嘛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要爱伊留落来，伊要让出去。哪里你叫他安分的啊？你阿妈困客房啊，麦头都锁来阮房间。阿婆是啥物人讲要甲你困一间啊？无离婚啊，咱当甲咱客房甲主人房呢，机会甲伊困一间。唔是啊，既然恁两个暗时拢困伫遮，我另外安排啊。你真正爱阮两个困共眠床，阿婆，你要困碰椅哦。我讲人困碰椅，嘛不爱甲伊困做伙。你懂诶，你搞倒好，要创啥啊？你卖哩啊，尊公，我唔知影你头壳咧想啥。啊，你著想讲哦，半暝要锁去内馆诶房间啦，才惊啊讲要困碰椅，歹搞来这套啦。另外哦，我著甲你定条条，互你啥物代志拢无通做。你无讲，我煞无想到咧。你唔再想要趁半暝去交了内馆姑娘，你放心啦，我绝对甲你定调的，庙你达想袂到。哎，真足难定的咧。恁两个人有共识，那呢真好。恁就当只哦，好好啊困，困到天光。
啊，那是半暝啊，有人来欺负我，我会足伤心的哦。李冠姑娘，请你放心，就算要牺牲我的性命，我嘛会保护你的清白。那你遐搬高中了？我来高中的时阵哦，我要点穴，给你治疗。记者，伊讲想要替咱公司放一挂较有利的消息，希望咱和巨阳的局面越来越稳。安尼真好啊，到时我陪你做伙去。唔免啦，你即马有心呢，这种代志我来应付就好啊。啊对了，你拄仔是去倒位啊？我拢找无你啦。我去买早顿啊，来坐下去。子欣，我今日食袂多呢，我无胃口。袂的啦，早顿遐尔重要，就算无胃口，来加减食一寡。来啦，我去排队买足久的，捧场一下。嗯。子欣，歹势啦，我真是无胃口。你是安怎啊？是不是昨昏甲小姑丈可能不欢喜啊？你别烦恼了，对付江大通都是用时间解磨，这个代志我一定处理好，我有信心，一定能解决。我相信你一定会当解决呀。是讲昨昏你钱未无转来，我真足烦恼你呢。我打电话给你嘛无接。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跟我讲，让我安心些？昨晚我跟江当通讲煞，已经真晚。后来我代志要找阮爸讲，我都待在厝内面。我想讲伊这么晚，你已经在睏啊，所以我就无打电话给你查。
我本来想讲哦，爱你对我去做三检，既然遐尔无闲，我安尼啦，我家己去就好。啊，不过三检做完以后，你陪我去看家具好无？咱做伙去啊。好啊，我代志无闲煞，我去接你。太久跟家。虽然我已经做选择，也不过我到底要怎做，才袂伤害到子欣，袂伤害到囡仔。我过来通电话给你啊，今日无食，我袂放心，我就过来看卖。我看你无伫咧厝，我就只好在遐等啦。是讲即摆看你的表情，规人看起来心情好，像就袂歹。看起来，我对你的关心、烦恼拢是多余的啊。我已经不是囡仔啦，我的代志免你管遐济，也够有啦。以后无我的温存，你袂用安尼家己走去吧。好啦好啦，嘛不需要因为我去打扮你即马好好的心情。哼，我想我这个爸爸张安应该是有跟你斗相共的啦吼。多谢你。哇，我也是难得。你总算愿意对我讲一句较好声熟的话啊！是赵英凯啊，真正袂歹才打拼啊！看起来我应该去遐说声多谢呢。你是莫去伊面头前，阁有白讲啥？放心，伊若是当好好对待你，我当然无可能超过伊阁去对伊安怎。是讲讲正经的啦，既然伊即摆感情的代志也已经稳定落来啊。你心思是不是要放在事业上？你按算什么时候要回去九林巨航生技的董事长？我想这件代志是不是过一阵才去讲啊？陈啊，你根本无需要惊，我咧听你啊。董事长这个位置，你会坐得真稳的。我知，我嘛不是咧惊。只是我咧想，应该已经答应你的条件，而且伊嘛答应我要处理子欣的代志，所以巨阳这件代志暂时先安尼，敢唔好？你真正决定要安尼做？我是惊讲，你手下了放较凉的黄色赵英凯又搁立背后变鬼变怪咧。袂啦。因为我相信英凯真清楚，伊只有跟我做伙才有未来。搁再讲，我拄好会当趁这个机会，让伊搁欠我一笔人情，我的卡以后用得着。哦，原来是我刚带通的查某囝咧嘛。做代志眼光啊，看了有够远，思考嘛够周全。嘛无唔对啦，既然这赵英凯这年岁媳妇，让伊食淡薄仔甜，嘛是好啦。好。这件代志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多谢你。啊，不过另外一件代志啊，你就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啊。明仔载搬到来跟我住，这间厝哦，我已经替你退租啊。明仔载搬家公司就过来搬。拜托哎，你连问拢无甲我问过，你就先安尼做啊？敢是我阿爸？只要是有你好的代志啊，不管你爱讲我阿爸。我拢不要紧啊，倩倩，我是真正希望能够跟你多做伙。我一世人啊，不管做偌济对还是唔对的代志啊，我嘛不管别人安怎讲，啊，不过至少目前我要做一件我做的是正确的代志，好啊，好啊，弥补你。房价看看嘞，我先来。
面两个鞋乱撞。叔叔，他刚刚那样子拍轮撞，可是我叫他闪，他不闪啊。哎，悠悠，你敢不知道在教室的走廊会当生死拍轮？你安尼做做危险，你赶快回室内。不要。哎，妖怪，我你真正是作屁的，把纸包扔疼啊！不要。我这道是先叫你罚起啊，后期你也敢呢，我就要叫你家长。我阿公等下就来。老师，我们学校有多钱？你会不会来还不干呢？这你都唔知，这位黄慧红立委吼，替咱学校帮忙袂少，安尼做是尊重伊，也表示学校对伊感谢。每位，欢迎莅临指导。好，来得及。两位啊，自从你担任阮学校家长会长了，阮学校建设增加袂少，囡仔嘛加真侪册好读咧，这拢是你的功劳，你的功劳。校长啊，你人家报价安尼哦，害我鼻子又要翘起来。阮山顶的学校哦，资源真少，好加在你的经费甲阮斗相共。这是我应该做的，阿妈因为山顶学校的资源少，环境哦较单纯，啊，我的孙子在读书，我嘛较会放心哩。阿弟啊，之后若需要我到处来的所在，请你尽量讲我去，哦。多谢你两位。阿哥，悠悠啊，来讲下，阮悠悠上乖，来，坐坐坐坐。嗯啊，啊你来，这几天跟他别考别考，那钱了？刚刚被老师罚站。啊？老师啊，他这么什么年代啊？阿囡仔做唔对，应应 A， 啊你来就甲体罚啦。李伟，恁孙阿弟走廊咧伸直排轮，甲同学弄掉，阿姨佫无甲同学回室内，所以我改叫伊去罚站。可是我就要闪啊！悠悠，走廊对面这样多同学，底下伸直排轮，我本就是不对。敢讲你唔知安尼咱做足危险的？赵老师，你安尼讲，敢那我唔对哦？你甲想看咩啊？伫咧点啊高楼车会当行，人嘛会当行，是安怎？伫咧走廊，袂用你伸直排轮，啊，车若骑喇叭，人是唔是爱闪？阿公要要着叫同学闪，是同学歪闪，未必去互阮弄，阮哪有法度？刘毅，你安尼讲就唔对啊！啊，你这尔疼惜你的孙啊，莫怪伊这尔歹教。我甲你讲，阿公疼孙，敢有啥物唔对？啊，无你即马是要甲教师，你是叫啥物名？刘毅啊，啊，这位是赵许多老师啦。来学校做义工老师啦，啊，平常时真热心啊，负责教小朋友上课，佮有指导社团活动啊，啊，伊嘛是好意啊，啊，唔认为你莫受气啦，拢是为了囡仔好啦吼。赵喜多，啊，唔着阮又又不时在讲的迄个乐团的老师。赵老师，叫用叫用，啊！我这个孙都较搞怪，你个教示应该应该。哎，小光赵老师，我有一项代志，我要来拜托你。啊，阮幺幺就真来拍鼓，啊，我呢叫专人专门咧个教，啊，我听讲学校即马乐团有咧选歌手，啊，阮幺幺
阮悠悠是上适当的人选。是安尼啊，本来悠悠我有过拍过，完了搁过外久，我会举办一个武术选拔大赛，也是够只欢迎你带悠悠来参加。我一定会选上。哦，嘿嘿，但阮悠悠上老的啊，你一定选掉啊，对不对？哦。悠悠，时间到啊，赶紧上课。悠悠乖，先参老师去上课。阿公哦，会叫专人，把你的册房哦，拢总装潢过一遍。你过一阵啊，你就专心的册房同啊用功读书啊，吼、哦。啊，较等的，你若下课，阿公再来接你，好不？谢谢阿公。嗯，乖，乖，进去，进去，进去哈。阿丁啊，学校的乐团要选歌手的代志，阮悠悠已经甲讲过几落遍啦。当然啦，我这个做阿公的绝对不用好失望，对不？对对对，这我了解，我会甲赵喜多老师讲。谢谢光临，三品位祝你上高位，再见。周壮妈妈。今日就你上班的时间，啊，我是有代志要找你参详，啊，唔知你方便无？会开你休息时间。小姐。姚晨曦，你总刚在来家找我，敢是壮壮出什么代志啊？是壮壮的代志无唔对，不过唔是歹代志，你放心嘛。是安尼啊，因为阮校最近这个乐团要举办一场甄选，我是感觉既然壮壮这么爱拍鼓，都参加甄选，安尼哦，伊若是变成乐团的人，伊得当接触一挂乐器，而且阮校好嘛，免费教学，这对伊帮助真大，因进步嘛较紧啊，所以我们才想要找你参详，问看你的意见。哦，我是袂反对啊，毕竟壮壮真少对一件代志这么热衷。伊对拍鼓有兴趣，我真正足欢喜的。啊，不过伊才拄啊开始学尔，哪有可能通过甄选？那是落选啊，打击着伊的信心，安尼是要安怎？这你放心啊，离甄选要到一段时间，我会好好甲训练，而且我感觉伊机会真大。那呢，就算是就麻烦你啊，多谢你这么斗相共呢。没有。我要订中心阮孙的车房啦，再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哎，我家有一挂资料，你上去看麦啊。嗯。你再看伊有啥物家的风格，你再跟我讲。哦，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些，今麦有人起来啊，咱直接讲话不方便，无咱去楼顶讲啊。在拄好拄着两位啊！在拄只是正好好处理孙的代志。啥？因孙甲壮壮读同一间学校？是啊，安怎样？无啦，我现在想着我阁有客户的代志需要联络，无我是去无闲啊，壮壮的代志麻烦你啊。这个噪音啊，可能是一杯苦苦苦地饮下去，来感受过后的壮壮的事情麻烦你啊。嗯，这个噪音啊，可能是真的要多好，你还在更加久啊？哦，原来啦。
这个家具，像设计感、质感好，又个种类多。你到大间，我要搞的是要处理，我先来走。好。太太，你别硬讲好，你别爱人家，我带你过来看看看呀。好好好，要。是互相干事，拢无困哦。这空哦，早上要趁我困起的时，偷偷走出去房间啊。我什么人？罗明成就小嘴真神，随个抓倒来变床顶。我是半暝买便所，你要把我约回去，我只好甲定掉的，唔再会当去便所。什么咧定掉的？我带你去便所，看你放啥我才走。恁两个哦，早上拢介辛苦啦。啊，有一句话哦，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安尼算起来，恁两个人有百年缘分哦。我来看卖，我讲完这百年缘分哦，到站结束。我甲伊是同款想的。好啊啦，拜托水果啊，应该早顿。哎，刘俊啊，啊你昨吼规暝拢无回去，我相信杜伟伟吼嘛一定拢无困，伫咧等你啦。所以小等你早顿食食，你紧回去，莫让伊烦恼。无，伟元啊，你要下口已经早顿哦。你这余温呢？我平常时有闲的时阵，你来煮青州小菜，较好胃胃口。你也要吃吼，就吃；啊，不爱吃就退啦。我才无叫你坐美国时间哦，搁替你传什么青州小菜？我后来去买早顿，能去袂歹啊。可是你若不爱吃，就规个拢送到家。你看。伊食到我尔欢喜嘞，伊足爱食。咱人一定要孝顺啊！山海物件这么好食，我加食一寡，我今仔转去食无。食你的就好，看我的。讲讲。即嘛时间又够早，微微无早精神啊，伊拢怎啊困啊？困到过头才会精神，所以我即嘛唔免较早转去。永俊啊，啊我袂用安尼讲啊，你总是爱转去，真急做八百节日，所以吼，来，赶紧转去吼。哦，我来讲啊。卖笑想要对李国安怎？哎，爽到啊！我昨暗借你的手机啊嘞，用啊。好。李国姑娘，我刚要跟你请教一下。要安怎删除对这手机姑娘问的问题？是安怎要安尼问啊？抱歉。啊！我的手机啊，规暝拢无充电，即摆拢无电啊啦！我就知影，我先即摆充电，啊若无吼，规工拢免接电话啊。知影手机姑娘会当替我保守秘密吧？卖对连环姑娘，你嘛袂讲呢？厉害！我拄只去做产检，医生讲 baby 还袂有心跳，因为我才拄有心跳。你看，我是不是心跳急吧？真够听无心跳。
是啊，因为现在还是胚胎啊，要等 baby 成型以后才会有心跳，这真正常啊。英凯，我希望后盖做产检的时阵，你能不要做迄期好不好？好啊，到时看情形再讲嘛。你是安怎？你不愿意陪我去是吗？无，我就愿意陪你去啊，那我别想了。那你心房你怕什么要报警？不干也将军。我感觉这做袂歹啊，风格简约。应该，那你得空啊。我爱你哦，因为安尼搞啊烂条条，因为安尼看我。英凯，你想哪？你别想啥。无想啥物啊？我想你拄仔讲的话，我感觉真好，真幸福。你先看一下，我去洗手间。英凯的态度较感性，变较出奇怪的，甲过去拢无同款啊！伊人明明伫我身躯边。想做感觉伊的心离我足远的，这到底是安怎？敢讲是我想伤济啊？你来创啥？你跟踪我？我若讲我唔是，我是无说已经过家，你敢要相信？英凯，你知我有多要紧？现在你今天有哪敢看陪子欣来这看家具？你现在到底想要安怎啊？我早就跟子欣约好，今日要找伊来看家具，我突然间取消，不是真奇怪？那你就会感觉奇怪啊！上好做一遍，该把话讲得清楚。你敢袂记你当时安怎答应我？我无答应你，我答应是江大同。我一点仔时间，我知影清淡。今日让我好好做我要做的代志，应该找你时阵，我会去找。英凯，既然我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啊。我就不让你在我和子欣之间在那来来去去，我要让你永远变作是我。总算知影回来吼，你是走去倒？谁在发这电话啊？袂会啊，咱大声大名卖生气啊！哎，这，讲袂长我就气啊！食品展结束了，厂商下摆带我去饮酒，我就歹势拒绝啊。到尾啊，回馆烧酒醉啊，无在条头转来，我们才大饭店。大饭店敢无人接电话？你讲，你是不是去找赵丽娟啊？贾永志，阿唔得，竟然无出去，代志跟他鬼讲尔呢？你们讲袂顺车好不好？我就甲厂商来应酬啊。
无接电话就是心内有鬼。好啊，你讲你住饭店，住一间饭店，发票咧，摕我看。哎呦，这款物件啥会老啊？你俩阵拢对发票，真正丢一千万啊！卖搞拢咧无信啥哦，你一定走去摸黑啦。啊，若无住倒一间饭店，你啥都无爱互我知影。不要紧啊，我家己打电话去问，就知你敢有传妹妹去你住。起来，起来，起来，我要收身啦。人都叫你搞猜疑啊！那搞会很伤啊！在下啊！我不是讲我长得英雄，反正酒店小姐无注意，跟在我外头来底。你当作我上回跟他叫你好骗哦？这条是赵丽娟的，我看到快点挂过啦！你真正找去找伊哦哈？江永俊。我还讲哦，我跟林官还未离婚哦，我酒醉等于较早出大习惯咯，最大的事啦。拄我甲你讲，我去饭店，那是互你面子。我今日学袂想，我好意，这叫做善意的谎言，知无？没跟我阿姐你好听啦，善意的谎言。你最近看到赵丽娟哦，就像你刚刚看到爸同款，最后怎么地呢？都讲青梅哦。我甲你讲，你是不是想要吃回头草？你想要旧情复燃啊？我会对伊好，是因为伊即摆有心啊。有心的人当然对人好啊。你之前有心的时阵，我嘛对你真好。我嘉永俊这个人重情重义，不管是你还是伊，我同款拢袂绝情。哼，唉，真正是一个戆瘾头啦。拢无看人边啊，即摆做一个少年的导师哦。无得卡，因早就有暧昧啊啦。而且我记得赵丽娟，伊较早就爱拜拜，三人敢有对庙走？啊！你刚知啊？因是当时做伙啊！哎呦，阿姨今晚捌倒来底有宝宝呢，无得讲迄个宝宝是迄个导师的，阿姨今晚才会公开安尼出出入入。不可能，我了解李官，伊唔是官啦。我较早认识伊的时阵，伊就是安分守己的啊。刚才讲迄导师呢，一口推推，赵李官哪有可能介意啊？伊敢有我的体贴，啊！这李官也不是他讲的啊，哪有可能形容改？啊！你刚真正了解赵丽娟，阿姨形容变到这么骚包，你不是嘛就意外的？阮查甫人的心哦，恁查甫人无这么好抓的啦。若是真正要反背你，想要暗砍你一世人，迄嘛是足简单的啊。哪参像恁查甫人啦，迄一劈腿就去让抓到。不可能，不可能！李官绝对不是这款人。你卖阁乱闹！你巴肚内囡仔，我拢会好好照顾。你搞我较安稳的。江永俊，你卖想讲我是迄种用钱在当应付的查某？是，你就是。我跟你讲，我无时间跟你耍躲避球，我来报名啦。报名？伊昨天赵丽娟遐，竟然无闲到无时间通困。赵丽娟，你给我等！想要跟伊好好，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我绝对无可能让这件代志发生。我真无简单去抢着查某人，像我那想要抢走。这无上道怪怪呢！一直讲什么手机姑娘安怎？问到底是问手机什么问题啊？
安怎？你真正有够袂见笑诶！竟然休管永军哥来恁兜大甲你劝做伙，你是拍算大步细伊哦？啊，当初有想要甲伊离婚，谁到即摆就来勾条条？你这个人真正有够奇怪，是不是别人让你都较有兴趣啊？喏，我有清楚哦。咱看蒋永军控制会啦，不是我，是上道。贵家相信啊，永军哥哪有可能跟读书困啊？你编故事哦，嘛编甲真彩。我哪有需要编故事骗你啊？啊，对喂，你有哪解可能？有真侪查甫人吼，对外口小三吼，都是算算的，根本无想要对伊认真，佮较免讲吼，为着伊放弃家己的家庭啦。啊，当初时哦，永俊说你要跟你做伙时阵，我早就知影，总有一天伊会倒转来找我。即摆伊翻头啊，我一点仔拢未感觉着意外。颠倒是你啦，你这做小三的哦，家己还较早觉醒的。像我永俊哥未为着我放弃家庭，即摆甲伊共同家庭的人是我杜伟伟，我见过你哦，你莫再接近伊，啊若无，我绝对让你好看。无，即摆是对一条法律。何你会当这么红声来喊这我跟永俊来往？我是合法的阿婆，你才是小三。我你即摆是用什么理由来找我麻烦 ？Sorry， 我代志要去无用，先失陪啊。你慢走，我话还没讲完呐。好个小，我跟你无话通讲呐。我跟你讲，我的永俊哥，我来放弃的。我跟你去老火，你若是气解了，一定跟我伤害，甚至是跟我蓄意谋杀，很难的，我是要安怎？我这摆伫龙安来生囡仔嘞，阿哥永俊哥若是知影这件代志，伊一定足生气，无人会徛伫我这，到时我都害了你后，我不是。应该是不用看的，鬼气啊！一不做二不休。找江永俊的啊，伊不是已经回去啊？不是啦，是啦是啦，我是来找永俊哥的，阿姨回去啊，我嘛要回去啊。小蛋姐，你敢有看到雷光哥呢？我是想要跟你讲，伊今仔出来，你若是有拄到伊，莫阁找伊麻烦。雷光姑娘跟蒋永俊根本就无安怎，伊无卡着伊。卡苏若真正有安怎，迄嘛是蒋永俊的负责，不是雷光姑娘。无，我啥拢无拄着，我要来走。快快，就快跟你听，听呢。感觉有鬼在我附近。我的目睭皮还没跳呢。
拄啊，应该是几分经过遐尔。我是讲要找赵和韵，叫伊教我要安怎卖互手机姑娘把我的秘密讲出来。赵丽娟哦，吓个老火，吓个死死昏昏去呢。伊若是醒过来哦，一定会帮我耍。哎呦，我是要安怎？耍耍去啊啦！多好趁这个机会哦，互伊点去，互伊永远哦，别再来跟我抢永俊哥啦。对，就是安尼。赵丽娟哦，到顶酒楼啊！啊，那一定做完弄了我。啊，不行，我还太冷静了。啊，可是你回家。见笑，想袂到，搁这么心狠手辣，把受伤人等伫遮，都得无什么好代志。安尼落去，赵丽娟稳死。不用的，我真无简单找着这么水的身躯，我哪会当把伊害死？手快去，对，一定是我把手快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我是在想啥？啊，有人就是讲，有心的人气上旺，迄一个人是两个人的勇气。
我哪可能也可以看到潘咪啊？潘咪啊，你讲我是潘咪啊？我潘咪是你唔知道，这个查某你上歹啊！不管啦，即卖就是赶紧找一个所在，把赵丽娟丢包。弟弟这件代志绝对不能开头到我这来。你哪有这么恐怖？你竟然比鬼还恐怖！你给我上来！怎麼會這樣？是不是過敏啊？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哎，害啊啦！這頭髮中就看不到我，我摸不到伊啊！現在是要怎樣才好？小姐的伤无啥物要紧，可以阁休困一下，就会当出院啊。多谢。我跟你讲，我就是做人吼，心肝伤好啦，这样参像你，哼，目光背伊，良心去有够暴气啊！参像你这款人吼，我应该放你不管啊！我真正吼，伤过好心啊，才把你救起来。是精神，在咧画鬼啊鬼啊！无你是照镜去看到家己是。赵丽娟，我跟你讲，拄着鬼吼无算啥，拄着歹人哦，唔则恐怖。我拄着你，我拢无爱呀，你是爱啥？是你送我来病院哦？啊无嘞，哎，我问你哈。你甲我看你后道，你到底想要创啥？无啊，我是因为看你受伤，想要载你去病院啊。拜托的，你这个理由敢会受限嘛？
我头一遍听着讲吼，有人要载受伤的人去病院，是用后道你载的啦，你唔叫我翕视哦。啊，无咧，你时阵哦，脑血搁昏迷咧，我若是把你放伫后座，你一定会摔落去。啊，我若是让你坐，你的血流不止，失血过多呢。啊，无法度啊，只好把你放伫后道，诶，遐病哦较稳啊。上好你这个理由吼，警察相信啦。我稍等就去报警。我甲讲，我人已经受伤啊，昏迷啊，你再甲我放入去后道内底，讲要送我去病院。等起来看，看伊会相信袂？无啦，啊，迄时阵哦。那受伤啊？哎，江永俊，我嘛受伤嘞。你想要关心赵丽娟，都不关心我。我就喂，那受伤。不是，你明天呢，同齐出交通意外啦。嗯，啊，就伊走来找我，怪我吼，甲你行到伤晚，然后吼，阮两个人起冲突，伊就甲我塞去弄病，弄一个我头壳受伤，搁昏倒，然后伊即摆硬拗，讲甲我囥入去后斗，是为着要送我来病院。我讲杜伟伟，你即摆到底比谁棒啊？我哪比谁棒啊？我是真正看伊受伤，想要送人去病院，上早伫迄路的，我去拄着足奇怪的物件啦。啊，我跟你讲啊，我去拄着一个查某鬼呢，而且哦，佮有迄推车汹涌伫我的面头前90度大转弯，我给我惊死啊！我，才会弄车的。喂喂，姑娘，你讲你拄着一个查某鬼？那呢？你感觉会记诶？几位道长啊，卖甲伊啰里啰嗦。杜伟伟，你敢有听过一句话？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你一定要常常做歹代志，歹命来找你呀、啊。喏、no ，伊这款人哦，鬼拢看袂起，所以哦，袂去找伊啦。嗯，对，是讲。跳过，你的病是看起足歹呢，是不是失血过多啊？下关姑娘，气血不足，真伤身体呢。你也是较早回去休困呢。我不要紧啦，刚刚他刚弄受伤哦，其他拢无代志啦。啊，虽然哦，予伊囥入去后道内底哦，差一点仔血死，要不嘛是脱身啊，颠倒是伊啦。伊弄一下哦，头晕晕去断去呢。唔免出同包青天的狗头砸个针，这是报应。喂喂，姑娘，我伫个雷军姑娘因家外口拄着你，你讲无看到伊，那恁是安怎？伊会藏伫个你的车后道，而且恁出代志了后，竟然是雷军姑娘送你来便宜的。哦，你搞我骗的对不？哦，哎呦，我头壳够戆的，我今麦什么代志哦，我拢想袂起来呢。哎呀，永俊哥，医生讲哦，我会当出院啊，已经带我出去啊。啊，我巴肚嘛就袂爽快，啊，可能在病床哦，心快停啊，拜托的，已经带我回去休困好不好？好啦好啦，打打扰你一下。啊，你看啊。多谢你送我回来家呢，免客气啦。杜伟伟，伊是忘恩负义的人，也唔讲吼，我唔是见死不救的人。啊！我有咁死，紧开门出去啦！小葵，杜伟伟出去倒，跟我对你做啥？我袂记啊。回地，我今物无代志就好啊。哦。喂，老公，啥代志？哦，跳过你边啊，已经好。有啥找我？对吼，今仔日啊，提着几道油，啊，够实实在还有回签。哟，歹势啦，有伫我家啦，啊，不过最近厝内底的代志伤过多啊。好啦好啦，我会紧去。我知影，老公爱你哦，拜拜。哎，米奇啊，
无安尼啦，飞弟我也无代志啊，合约我替你送落去。啊，你甲送到，带转去厝内底吼，把合约倒三家，啊，就当作是回大林公趁一寡所费。啊，若无收几点工钱，我就麻烦嘞。哦，啊，好薪水哦。啊，这是无问题啦。啊，不过你拄出去我，我会烦恼你。哎呦，我无代志啦。来，合约好啊。进来啊。哦。嘿，咱两个无对，讲真正不要紧。啊，大头叫着安尼讲啊，无是要安怎？啊，出代志，代志不就死啊？死也要安怎？我咩来知啊？找李医生，啊，你讲我电话 ，Google 是好过。老司机，靠上我爹哦。阮靠山无伫个啦，惊是因查某囝做鸡啊！逐年这时间吼，伊拢去拜因查某囝。我想讲靠山去拜因查某囝，我若看恁两个目屎咁流落来，唉，这你都唔知啊！阮头个哦，要出差进前哦，千交代万交代，跟阮两个好好保护大头家啊！啊，都问题是阮大头家都无爱和阮对，讲坚持要一个人去啦。你莫想安尼济，我想考场是希望家己一个人会当点点去拜因查某囝，无想要用交了。啊，既然这是考场的要求，恁头袂怪恁啊。啊，阮即卖烦恼的毋是阮头的，阮即卖烦恼的是阮大头家安全啦。烦恼？你都毋知啦，阮大头家哦，昨暝走去甲迄个五湖帮的老客谈判啦，啊，讲甲两个配面啦，即卖咧烦恼讲吼。对方唔知对阮大头家不利哦。嘿啊，你拢唔知迄老客偌恐怖诶，敢若阴沉诶老虎，迄尴尬哦，拢未出声，你知哦？哦。完了好，你甲我讲，考场因查某囝母伫倒，我来找。这个啊，我嘛未记，无我传迄地图甲主持互你好啊。好，我即马出来，你紧传我。好。好又又跟我做伴，要那无，像我这个孤单的老人，出儿子只是免了给，你叫我是免了活落去，我过早惊，你放心，又又我一定甲请养大汉。可以当平平安安过一世人，当安慰你在天之灵。
家啦，哦，哦，来，哎呀。哪个造出来啊？我若是袂当回到一军的身躯顶，我们得个变孤魂野鬼啊！谈判，我拢无啉。玉春大，你交代叫我卖啉，我绝对唔敢啉。上好是安尼，你一入门哦，我就闻到迄个臭酒味啊！啊，阁有，我老家在你肠胃内底啊，今日啉的，今日去要睏，知无？爸，你家己的身体，家己来顾好啦。
多谢。一个，拄则是毋是有一个生作死死啊？他们说到甲袂顺啊，公主赶快找囡仔来甲你拆重要。哦，你是讲拄啊出面迄个哦？对对对，伊的朋友同齐做亲戚，是我的高中同学呢。听讲伊最近有心啊，我就想讲，敢袂这里拄啊好，由哪来遮甲你拆一挂保险的药啊？无唔对啦，伊是在遮买安泰重要。真是是哦，那你真好。稍等一下，我一定要打一通电话给他恭喜。是讲小姐，我今仔来是为着我最近胃事不是介顺啦，顺便麻烦你替我贴一贴啊，通血路的药啊，啊上好是有掺红花种。安尼我了解，你稍等我一下。再麻烦你。定人总是爱拍招呼的嘛。Man， 既然你无搞当作姊妹啊，咱即马连朋友都唔是，那呢，咱嘛无需要叠加牺牲给伊啊。足生气的呢，无安尼啦，我叫伊请表姐，安尼心情较好吧。表姐，你敢真心搞当作是你的表姐？我真正想无呢，我真正唔知你到底伫想啥呢。我想的真简单啊，虽然我也哪无想要这款的形式，也不过既然苗文是安尼安排，我当然嘛是爱接受。只是讲以后我就袂阁爱你一杀啦，像你杨子欣的身份地位，嘛无比我高尚偌济啊。我从来唔捌想过，我的身份地位比你高悬的代志，你现在做变安尼想啊？因为自细汉到大汉，你拢伫我面头前，等你千金大小姐的威风，我看你做袂顺眼的。不要紧，规定我一定甲你证明，只有我才会当帮助英凯的事业，让伊的事业愈来愈好。啊，那你恐惊的只有拖累伊的份哦。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变到安怎？我唔管你要用什么款的手段，我的立场袂改变。应该是我的，我永远不可能把你让给你。这么有自信哦？无咱再来看卖，你是凭什么要答应我？莫迪卡，我的工作能力无比你搁较好，啊，不过我相信应该对我的感情，这点是你这世人永远拢比不过我。表姐。你得继续你的前程啊！无咱再来试看卖，看到时阵，英凯是你的表妹婿，还是我的表姐？我真正不是挑工的，你千万莫生气哦，安尼对你太正唔好。无安尼啦，我替你叫哈。
无做实在拍亲戚啦。假使咱现当继续做姊妹啊，搁好相处，唔知偌好。跟你讲什么？没啊，伊拄好经过，甲我拍一个招呼尔。唔爸嘞？爸提早下班，手机上一等。咱先来电话，我替你转一下。杨子欣，电话转好啊。你看，你对我很娘好哦，你都唔惊来搞新派去。我已经无多回头啊，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对？你看，你咧想啥？无啦。是是。哎，我咧想讲代志，我煞无注意到啦。不要紧啦，还剩一寡，无我另外就好啦。哎，袂用的啦，那剩一些你无够啦，无我抓起副药啊，哦。哦。安胎药内面哪有藏红花？中药房的人哪有可能开种药啊？有自信。你看，你安尼先创啥？你吓惊着啊呢？你先做要甲药啊吃倒啊？啊，不是啊，我都看在药材内面，一寡药材拢生高啊，这讲袂得咩啊？我看卖。哎，别看别，拢生高啊，都落不少蛋掉了。哎，你给我啦，我去问那个头家啊。唔免啦，已经叫我帮我知影，我去找伊路啊。你先好好休困，好不好？卖再来再去。林凯，你最近真正怪怪的，是不是？感觉压力伤大？你有啥物问题，一定甲我讲哦，卖全部肯定心肝来，好不好？无啦，我就不担心。我进来吧。跳伤远啊！那是顶礼拜的代志，是迄个吴尚道甲你救的啊。迄不是拄则才发生的代志，那是顶礼拜啊。还佫有，甚物人是吴尚道？跳过，你是毋是去弄着他卡？大兄有讲是你甲柯尚救起来，可能是迄个时阵你去弄着他卡。所以这鼻肝呢乱乱，什么拢袂记得。无紧啦，正经医生有讲过啊，他看那是熊熊去弄着，就有可能暂时失忆，一阵仔就好啊。啊，你唔免烦恼哦，我去摕你的药啊，互你吃，吼。什么顶礼拜啊？我跳海，不是要发生个代志尔。小姐，你是什么人啊？你敢是米奇的朋友？你看得到
当然啊，我目睭也袂受伤啊。只是，即摆我头壳较疼。我敢会想到这严重诶？时间哦，我一直在乎你的心。我也不知道是安怎，我希望看到我的亲人，我就为你的身躯走出来啊。是讲哦，你身上足水的，啊，不过你袂晓打扮。你看，我替你订的衫，偌适合你啊！无适合，一点拢无适合。这布料这么少，裤骨这么短，这敢会看见？徛伫个街仔路哦，阮通常是的啦。哪会啊？啊，大家拢做乌路的，好无？雷光，我拜托你啦，阁予我付一届你的心。我有心愿还未完成，我保证，我会替你把你翁抢回来，然后嫁入迄个小三。这是我的家内事，你也知影。江俊对不起阮家的人，
算讲伊爸倒转来求我，求我原谅伊，我嘛无可能搁接受伊啊。当然袂当接受啊，因为咱哦，啊先甲伊骗倒来，然后再甲伊放散，哎，就有个意思啊，对吗？这是我的事情，无需要你有袂跳出注意。我即马要去庙内底，求一个香火哦，来保平安。等等等等，你袂当去，我会惊。你会惊上好啊，惠玲哦，我准你去接近我，你莫去跟我哥哥滴哦。小妹脑壳唔叫我爸，敢是我听唔到？爸，是我咧叫你啊，你啥个是听袂到？你唔是讲你想听我的，然后讲你听袂到我的声音？爸，是我咧叫你的爸。大头家。给你送便当来啊！来，这头的吼叫阮送的，这上爱吃的啊，鸡腿饭便当。但是我想，伊即卖应该无胃口啊。哦，因为哦，迄鸡腿饭小姐过了人了，啊人搁失踪，伊讲哦，伊即卖完全吃袂落，啊就叫阮两个来送便当给你吃。头的唔吃，咱就送来给大头家吃，你还讲讲出来。哦，迄个恁大个讲。讲我讲的这条便当一定爱家吃，就无厝，我莫过来见我。不用的，爸，爸，你吃便当你敢知影？害到你身体袂康健的。医生有讲哦，那是一顿袂食，你血糖会压起来，你对身体无好啦，爸。为着你的健康，你爱吃便当，爸，爸，你听见无，爸？去斟烧酒来我饮啦。哦，是。烧酒，你哪会用的啦？欸，大头家啊。啊！你安尼空腹，你就要饮酒啊？对身体就歹个啦！你加减食一寡才饮嘛。哎呦，都甲你讲买买什么鸡腿饭便当嘛，对无？你看即马，迄头家嘛无爱食，大头家嘛无爱食。啊，如果送迄小队长，啊，又搁想到因某个代志，我想，啊，拢嘛是你害个啦！哦，我要哪会知啦？你真是。好啦，你卖吵啦，恁出去好无？真烦呢。哦，好啦，这。这鸡腿饭出去啦，摕出去啦！我好食无？哎，无用的，那是我爸，别动！哎，干嘛呀？爸，你别当饮酒啦，你来食物件啦！爸，爸，这边是变做才好啦。
当时有这款不得不起的衫，啊，我的信用卡搁去红路家强要崩去，啊，这查某鬼听就学袂来呢，伊绝对吼是一个破财鬼。不用的，我恐怕是去未来底哦，求鬼的平安符，决定是固定较安全。小鬼，阿德林王那边来，跟我做一下。进前的衫啊！你给你当雕哦！这衫就碎呢，谁准备当雕？你看唔对啊，这衫哪有碎啊？穿这款衫在街路行，有穿跟无穿同款，歹看死啊！啊，不过前一阵嘛，你才介意啊？你买这多，开这多钱呢？时阵去弄着头，所以阵啊较无正常，唔只有白乱买。又唔过我即摆已经好真济啊，我袂够白乱买啊。啊唔过吼，我较介意无正常你。迄时阵啊，你是辣妹呢，穿这战袍有无？甲迄个杜伟伟哦，真个迷迷毛毛，贾永俊差一点啊，就要甲杜伟伟放上去。啥？贾永俊扮成杜伟伟？你咧讲生笑啊？真有可能啊？跳过，你的头壳真正弄着啊！无紧啦，我明仔载带你看医生，啊，我甲物件收收的，你先休困。啊，搁有哦，战袍袂当单掉，知无？赶紧休困啊！原来迄个查某鬼讲的是真的，伊替我收你杜伟伟，也毋过。贾永俊那么可怜，搁杀掉我，哎呀，学会离谱啊啦！黄丽贵的查某囝，哎呦，迄无重要，我拜托你去打电话啦，我无法度接电话，我袂当打电话，我妈即马是农民行起来啊，咱是要紧救伊哦，我惊伊有性命危险，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喂，依九。伫个办公室昏倒啊！干那麻烦你，紧派去火车去救伊。多谢。电话我替你敲哦。啊，我虽然唔知影你讲的到底是真还是假，也唔过你若是骗我，我一定让伊当作是笑。你放心，我哪有可能骗你？多谢你，多谢你，万一搞到三工，多谢。好了好了，啊。既然恁爸即马状况无好，你紧看伊啦，莫一直伫我身躯边安尼踅来踅去。我讲一件代志，什么代志？我敢会当拜托你，搁予我付一届你的心，我想要去看阮爸。袂用的，袂用的，我若是跟你付心哦，你若是以后拢唔走，我是要安怎？袂啦，袂啦，一个啊就好啊。第关。你嘛是有爸爸的人啊，我相信你一定能体会我的心情，对不？一个就好啊嘛，无安尼啊，你跟我做伙去，你就知影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哦，无你敢知？医生讲哦，大头家无出什么代志，啊那无，就这代志就对了。这就啥你知哦？入市吼，走去墓园啊，去人暗算啊，啊，佮加上吼，家己心脏病佫惊起。唉，我看这大头家哦，真正去庙里祭拜一个。但是入市这代志，甲吴邦敢有关系？啊，等下赵信老伯来，再问伊一下好啊。但是啊，我想想就奇怪。大吉啊。哎，救护车是甚物人通知来啊？我知啦，一定是吼大头家要昏倒之前，先打电话叫救护车，爱才昏倒的啦。
啊，若无，那有可能讲咱一离开就乌烟乌烟，那我紧的，要丢呢哦。哦哦，是不是？你好。赵小姐嘛，哈，啊，刚才是迄个赵信达叫你先过来。您是谢永峰的细汉的，对。啊，系啦系，哎，我后做大机，阿姨细机啦。嗨。您的名哪这么特别啊？就阮头的乌白虎的啊。嘿嘿，乌白虎的乌白虎，我甲你解释是，迄大机甲细机哦，甲迄办事能力是点仔都无关系。甲身材有关系。你看下面啊，平下台我就是较细机。哎。因两个足够话，好佳哉你袂照话，啊那无因提袂了。啊，赵小姐，你既然来啊吼，啊无阮大头家就交你处理吼，啊，阮要来办手续者。好，啊是讲唔知影靠山即摆状况安怎？医生有讲过啦，啊若精神哦，就不要紧啦。哎呀，多谢你。真麻烦你吼。看到阮爸，像怎呢看起来愈来愈老啊？你这久无看到恁爸啊？自从我死去了，我啥物拢袂记得啦。我唔知我是啥，我嘛唔知我的名。一直到今仔日，我甲你斗相共。提物件去给恁大兄的时阵，我看到阮爸，还佫有我的梦，我才想起来，我叫吴有山，阮爸是靠山，我唔过其他，我拢想袂起来。人伫咧讲，人死了以后，就应该把所有代志拢放下。啊！想不到你竟然搁放袂下，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浪。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愿要未完成啊？可能有吧，啊，不过我嘛唔知影搁有啥物心愿啊未完成。那你敢会记得你是安怎死的？那这么少年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我嘛唔知影。我真正什么拢想不起来，我今麦唯一知影的代志，就是来看阮爸，照顾伊。你真是可怜的呢。要唔过，你既然搁留伫这个世界上，就表示讲你的存在提供不了温存，一定让你偷偷想起来。才听上话，厝内人才支持我。特别我拄着无欢喜的代志，拄着艰苦的代志，我只要想着因对我的支持，我的情况来就较平静。不过我只要就讲，我计为着将军迄个查某人，选择去跳海做戆代志，我敢知你上我的心。
甲救起来，可能无阮爸妈一定就艰苦。无唔对，你的爸妈人拢足故意的，而且伊喏足爱恁家的囝儿事事。这段时间我拢有感受到哦，因厝内底人足好诶，迄个贾永俊竟然阁伤害恁，所以哦，我唔才会想讲要好好处理，甲伊好离家。我是有听明师讲过，要过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处理因两个呀？因两个人足歹诶呢。判因两个对我来讲哦，小 case 尔，好不？而且我护你的心，救你的身躯，报答你是应该啊。只是只是我今嘛，可能想要加一段时间，我陪阮爸，让伊知影。你这个查某囝都够做关心伊的，丽娟，我敢当拜托你，这段时间就好啊。有的时阵会当让我去抚你的心，我想要来看阮爸，甚至会当照顾阮爸。我拢已经跟你斗相共。到这地步啊，我哪有可能会答应你？苏佳丽，你是大好人。要唔过有一点，我先讲哦，我不准你以后吼，佮甲我穿迄款甚物花白泥料的衫，袂当穿迄布料上少的。啊，若无吼，我穿安尼行伫咧街仔路，真正会见笑死。放心啦，我甲你增加呢，嘛是为着要替讨回公道，拍败迄个狐狸精啊。好啦好啦，以后我答应你，看卖穿干那个西装嘛。仔细扣邮包的时阵，你唔知甲啥物物件放伫你的包内面。我问你，子欣安胎药是唔是你调包的？姐，你拢已经知影，你家己去问我要创啊？真正是你，你来这里求啊？我安尼怎么受得了你呢？你把电话都借口，我已经答应。也要跟你做伙，你嘛同意，子欣的代志好我跟你处理。我想袂到，你用种残忍的手段来伤害子欣。嘿啦，怪你家己啊！先给你一年拢无爱处理子欣的代志，日子一天一天过，子欣的脉动也一天一天大。到时阵你根本无可能离开伊。我答应你的代志，我会做到到。要给我什么时间？时间。潘倩倩，我警告你，若是让我知影你搁用种卑鄙的手段来伤害子欣，就算我我失去一切，你嘛免想要得到你想要得的。奇怪，你窃听器的定位那有消息吗？我来打卡送上，你了袂歹呢。姐姐，小静，你今晚啷个到？喂，你跟子欣讲话呗，俺两个来找我，我跟子欣讲。妈，小静，姐姐，大鬼，我连你们敢跟我牵扯，干嘛去？是你先藏的家。是你给我管人家，梁老师，小姐。
小金爷啊。周小金，我的李县长判死。李爷，你在做啥？我要回饭店，我好多离困我，他卖小事，等去县大辛苦逼。我去买电脑，要甲钱钱做，等仔细。人生路，走过才知滋味，咸酸苦涩也有甜。